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春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版本的这么一个 GP 手枪的一个评测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哎，这个拿枪的手势就让大家感觉很不一般。哎，看到一个人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直接是给秒掉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种这个西部牛仔的感觉啊？那这把枪左键是不能直接开枪的，如果你直接左键，它会告诉你必须按住鼠标右键才能开枪，而你按住鼠标右键以后呢，你这个。这个开枪速度呢，就是可以自己由来控制的，完全看你鼠标这个点的速度。你鼠标点的越快，它开枪越快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可以一枪一枪的打，像这样一枪、两枪、三枪、四枪这样打，也可以怎么样呢？也可以按住左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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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冲锋枪一样，瞬间把6发子弹打完啊！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两天不是最近都在玩《守望先锋》嘛？那这个枪就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这个 Mike Cray 这个他的这个武器啊。反正有一种这个开大的即视感，是吧？哎，6枪秒6个，当然这个不现实，因为这把枪的一颗子弹貌似只能打30-40滴血的样子啊，根本打不死人，所以说，这好几发子弹打到身上吧，而且6发子弹真的太少了啊，真的太少了，打着打着就没有了。你看，这打不死哎，这打不死啊。这个6发的爆，这个瞬间的这个叫做爆炸能力，不是，瞬间爆发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可是它的这个威力不大行啊，所以说你得打头啊。哎，瞬间爆炸啊！瞬间爆炸，堵着脑袋就是一个6连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6连解决不了的啊！如果有呢，那我就战术翻滚，再来一个6连啊！只不过这个游戏没有战术翻滚啊，所以说啊，子弹耗尽了啊，扔掉吧啊！我们来可以捡他的枪，这是什么枪？黑白双煞是吧？啊，黑白双煞，这枪不大行，这个黑白双煞的这个枪这个威力啊。有点低，不过它子弹呢是很多的啊。我们可以玩火力压制，什么叫火力压制呢？就见到人你甭管。打不打得死他？你先开枪，在这个火力上呢，先吓唬他一下啊！当然，这把枪在远距离是比较废物的，咱们尽量贴脸打，像这个是吧？哎呦我去，还这打头也很疼的啊！看没有？火力压制啊！见人你甭管他是什么，你先开枪，先下手为强，看没有？哎，然后打头也是很疼的。你看，哎，你这个小牛仔玩的就不溜了是吧？哎呦我去，好吧，好，大家都在玩这个科尔特啊，这个科尔特新出的枪啊，比较带劲啊。我们尽量是打头，虽然说这个左键的这个射速想多快有多快，但是你快没有用，因为你不打头你，我去上刀了，哇，这个子弹好少啊！这个六颗子弹全打在身上，大概也只能把一个人打死啊，除非你打头啊，打头的话也是一枪秒爆的。对，打头，我们练一下这把枪打头啊。这个枪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只能说很有创意吧。我的天！被直接是被拿铲子给砍死了啊！哎，这个枪是很有创意的，不得不说。那么啊，反正这个是 GP 武器，大家都能搞到啊，也不像是那些黄金武器，大家这个搞不到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大家自己拿到手里，自己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是吧？哎，拼手速啊，瞬间爆炸！哎，那是无敌，我去你大爷！哎，这搞的，那是个无敌啊！这个真正的手速啊，这个真正的手速啊，哎，一秒钟呢，把6颗子弹全打完。不过我这个应该不是很快吧？不过你打快了，你容易打不准啊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说我还是觉得稳一点啊，尽量的每一颗子弹都打在身上，这样比较好。你只求快的话，你打不着你也不行啊。那么近战的话，如果近战遭遇敌人，可以瞬间一个6连打在身上。好，等他先打，等他打完了我们再打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威力真的很小啊！你看真的很小，真的很小。而且我这个打守望打多了，我这个没子弹的时候，我老是想按一下这个 V 键来给他补一个近战攻击，可惜这个游戏没有近战攻击，这个武器的近战攻击是刀啊。这都是习惯了啊，这都习惯了。好啊，这边我们来啊，弹弓啊，哎呦我去，这弹弓还挺疼的啊。那这个枪的伤害大概是一枪是，来试一下吧，我也不清楚一枪多少滴血，我们来试一下啊。来，求死求死。好，一枪是37滴血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枪是37滴血。37滴血的话，你要打到身上3枪才能打死。嗯，不对，37滴血怎么2枪打了56啊？这个是不是连发打在身上，这个威力会变小呀？感觉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尽量打头吧，啊，尽量打头啊，西部牛仔啊，我也当了一会儿西部牛仔啊。好，不过我们来看这个外观，不过我感觉这个外观有点丑啊，啊，这个跟科尔特巨蟒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低配版的科尔特巨蟒啊，感觉不如科尔特巨蟒好看，啊，这个枪头怪怪的，看起来这么别扭，就像一个那个。啊，我都不知道它像什么，反正就不好看啊。毕竟还是一个这个 GP 武器吧，对它要求不能太高啊。而且它能这个想到这么一个创意啊，这也不能算是创意吧。反正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感觉还可以啊。
这个趣味性十足啊，趣味性十足，就是子弹有点少，六发子弹真的是太少了，再加上它的这个威力并不是特别的大，所以说这个六连其实拳打在身上也并不是很疼的啊。你像这个打僵尸啊，打变异，我觉得就不大行。啊，我靠，你看跟有人给我发语音电话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再什么？你看这六发子弹经常打不死人啊，或者是打着打着没子弹了。他要拿棒球棒来追我打吗？我的天，到处都是人啊，到处都是人。来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50已到，赶紧到碗里来啊！哎，他跑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他这个左手，大家注意是扳在这个什么上的啊？是扳在后面的这个，这是叫扳机吗？反正你要打一下，他要扳一下。不过他这个动作的设计不大合理啊！大家注意到，这个他的手其实并没有碰到这个按钮，你看没有？开枪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碰到，看没有？他只是一个，他这个只是一个动作而已。所以说他这个设计的就不科学了啊，不科学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种西部牛仔用的这种左轮手枪应该都是怎么样啊？都是这个这种打一枪扳一下的啊，看过这个叫什么，叫史泰龙的那个，不是史泰龙，好像就是史泰龙，我忘了，就敢死队嘛啊，敢死队里面，我记得当时敢死队三在上映的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一起去看那个电影是吧？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，啊，那个主人公啊拿着一把左轮手枪，从河那边啊被打捞起来，好像被打捞起来，然后一群人。准备宰了他来，然后趁他们走神，拿起这个手枪，然后嘣嘣嘣嘣嘣，瞬间五杀啊！哎呦，我天哪，我天哪，这个弹幕给崩死了啊！怎么感觉杀不了人了呢？太混乱了啊！你看这六颗子弹，这个全打在身上也只是刚刚打死一个人而已，它的威力真的是不大行啊！所以说你要想用好这把枪，得提高爆头意识啊！你看这个遇到这种火力压制啊，就很尴尬。你看这感觉威力好小啊！啊，这打头打头啊，我们尽量多打头，不打头感觉真的确实很难用。好，还有四滴血啊，还有八滴血，没子弹了，上刀吧。哎，结束了啊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着来，这是我们的科尔特1873是吧？还是1783啊？好，那么就是这样了，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你以为视频就这样结束了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没错，我还没有玩够呢，我要再开一局。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军工厂这张图啊，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这个科尔特啊。哎，打手枪啊，1873啊，这个说到1873呢，一般带数字的都会让人联想起什么呢？啊，让人联想起这种这个酒是吧？哎，陈酿啊，1873啊，好，那么上来就死了几次啊？我们找找感觉啊，找找感觉，嘿嘿嘿，哎，我这个爆头练得很准了，看没有？哎呦，谁在打我？哇，我发现这把枪自从出了以后很流行啊，都在玩这把枪啊，可能是因为是免费的吧。好，上面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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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人啊。来，直接一个六连，送你上西天，Mike Lay 六连啊，蹲下打六连，好，来啊，六连送你上西天，是不是？直接一个六连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是一个六连绝不了的啊。当然了，这个由于威力比较小，确实，如果你这个不打头的话，你这个六连也只能是，哎，这怎么搞什么？哎，瞬间爆炸，堵着身子就是一个六连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拼手速的啊，看没有？打得快不快？快不快？这手速开玩笑。好，你用的什么枪？他用的这是什么？Barrett 啊，Barrett 92啊，这把枪很少见啊，这把枪貌似冷兄很喜欢用是吧？哎，我好像我记得冷兄很喜欢用这把枪，那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沙鹰和这个科尔特巨蟒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下面有人在打我，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，啊，就你，噗噗噗，哇，这枪打头一枪不死啊，你在逗我？我的天，这枪打头一枪不死哎。啊，这些人呢好有钱，都是这个黄金枪啊，都是一些黄金枪啊，有钱人啊，very 的有钱。来，他没看到我，看没有？对着他的后背来一个六连，哎，我的天，你在逗我吧，伙计？这个威力也太小了吧！好，最后一颗子弹啊，打在了头上啊。这枪的话威力确实比较小，所以说尽量咱们练一下这个爆头吧。啊，这样你看这个打身上基本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哎。它的威力确实太小了，不过威力小是正常的。如果它威力再大的话，这枪无敌了呀！这个射速绝对是所有的手枪，目前所有手枪里面最快的一个。只要你的点的够快，
他这个打枪的速度可以超神的啊。不过这个换弹的啊，真的是啊，子弹总是不够用的。他这个换弹不潇洒，他这个换弹不够潇洒。要是有这个那个 Mike Gray 那个，哎，那个大帅逼，他的这个换弹动作就帅了。啊，这会儿快就结束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还没玩够呢，这就结束了，怎么老是给我来这一套？啊，现在是无敌上刀，哎呀，被搞死了啊！他表示没有打爽，所以我们又过来开了一局啊，还是这个军工厂这张图啊，我们继续来打一下这个科尔特1873啊。哦，好。这把枪的话，主要我感觉就是子弹太少了，6发子弹实在太少了，怎么打都不够用啊，怎么打都不够用啊。虽然说另一把那个金币的科尔特也是6发子弹，但是人家那个威力大，人家2颗子弹就能打死一个人，你这个5颗子弹打在身上，有的时候都死不了。因此呢，咱们要提高自己的爆头率，然后尽量打得准一点啊。这个换子弹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，所以说，咱们就尽量是一次性。一个6连争取秒一个啊！如果秒不了一个的话，就比较亏。哎呀，天哪，真的是威力好小！你看，才掉29滴血啊，才掉29滴血。好好练练爆头吧，啊，拿这个枪好练练爆头吧。我爆头也挺难爆的，这个枪它比较没有节奏感啊，不像是这种手枪，因为手枪它是每两枪之间是有一个间隔的嘛，比较有节奏感。这个由于射速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，很容易就一瞬间把子弹全打完了。全打完的坏处，你看就在于，哎，为什么才掉23滴血？天哪，打头打头打头！我的天！打头打头打头！打手枪，对不对？打得太快也是不好的，要把握一种节奏感，是吧？哎，找到一种平衡点，才能打出男人味儿。哎，1893年的手枪，哎呀，我天，感觉不是很好用啊，是因为它这个射速太快了吗？好像是因为我打得不太准的原因啊。好像是因为打得不太准，尽量别图这个速度了啊，我们尽量打准一点吧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打吧。对，就是一下一下的来啊。不过一下来的话，他好像就失去了这个6连的意义了。哇，他上板砖了，来，我也上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感觉近距离比较厉害。感觉在近距离比较厉害，稍微远一点就不行了。好，找一找感觉啊，找找感觉。哎，现在大家都在用这把枪，好像都是这把枪啊。这是已经成了标配了啊，国民手枪啊，国民手枪。来，这边过去一个，我们追着他打。但是一只手不是这个，要一直摁着右键啊，这个感觉不是很好。那要一直摁住右键，甚至有点感觉有点奇怪啊。你看，这个打快了就是容易打不准啊，一下一下来吧。好吧，一下一下来也打不准。2颗子弹打在身上都不死，我的天，好像就是我打不准是吧？子弹耗尽了，它的备用弹夹是36发啊，主弹夹是6发，也就是说一共能装6次弹。怎么现在很流行玩弹弓吗？怎么这么多人玩弹弓啊？好，弹弓这个武器啊，我觉得不如火铳好用。他们弹弓和火铳他们的这个效果都是一枪秒杀的啊，但是我觉得弹弓好用，不，我觉得火铳更好用一些。好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哦，天，我的天，整懵了啊！你看到我？哎，你是盲人吗？啊，你是盲人吗？好，没子弹了，好，我们来，咻！啊，没砍死，这不科学。好，结束了。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啊！哎，好。
结束了，应该是。再来搞一个。好，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喜欢阿春的视频，记得加一个订阅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嗯。